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开始搜库八月刊王一博大片拍摄，然后我们这次是在一个特别热，对，然后我们这次是在一个叫本森的汽车的 club， 先给大家看一下环境，对，然后特别多好的车，然后大概过一会儿还有三辆摩托车会过来。这次的拍摄主题是能看到他在楼上化妆，然后这次的拍摄主题是摩托车，然后他大概会有五身的造型给大家看。稍微等一会儿，他还在化妆，很快就会出来。能看到吗？刚才稍微等一下，然后逆光是吧？对，后面是他的那个拍摄的化妆的地方，然后这次是在一个汽车的 club， 对对，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摩托车的主题拍摄。对，这是吧台，然后给大家看看车。然后我再说一下我们这次的礼物，这次的礼物还是谢谢大家们，大家刷了礼物的话，第一名会有王一博亲手画的微仔，然后第二名会是王一博的立拍得的照片啊，然后第三名到后面都是，第三名到第六名是我们的杂志。哦，一波出来了。然后我现在转过去给你们看。后面会有摩托车，然后一会儿再晚一点还会有更多的车过来。现在是第一身造型，
大家看着不卡吧，现在。还看不清吗？你想看再清楚就买八月杂志吧，好吧？八月杂志会特别清楚。现在应该外面那个摩托车已经来了，我们听到了很大的机器轰鸣的声音。谢谢。要买杂志哟，会非常清楚哟。谢谢。对，现在一博也看到了那个很多摩托车进来。这些一会儿他都会有拍到这些车。好，现在再让你们看看他。他一直面带微笑，特别好。超级热，今天。杂志是八月刊，八月份，大概8月中会出。之前杂志的预售链接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上，你们在微博上直接搜索"搜狐杂志"就可以看到我们杂志预售的链接，然后关注我们的杂志，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照片。好，好热哦，今天。好，他现在上去换衣服，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接着播。他现在在换一身造型，今天一共是5身。好，他现在上去，然后。大家稍等一会儿。一会儿他会跟大家打招呼，稍微等一会儿。问问他可不可以。一博，能不能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哦，对，稍等稍等，我给大家转一下啊。更多，第一个人。完了，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下，他现在在换衣服，然后一会儿等他出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好吧？
行。给大家看看他今天的，给大家看看他今天的衣服吧。这是他今天会准备的席。请大家再稍微等一会儿，要不然你拿来让他打招呼。没事，一会儿他补好了，然后请他说一声打个招呼。好，好，嗯。他在补妆，然后，等他补完会跟大家打招呼啊。我帮你们转好，然后等他补完妆就跟你们打招呼啊。现在环境是这样的，大家不要急，稍微等一会儿就有可以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，哎，一博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好热啊！啊？要说话吗？哦，谢谢。拜。对他马上要再拍了，所以只能跟大家打一会儿招呼。好不好？对，好热，他特别热，所以就得让他尽快拍，不能跟大家玩太久。是的，是的，非常帅。也谢谢你们支持他。然后现在我们把镜头转过去，但是要他没有补完妆，然后等他补好再给你们看，好吧？稍微等一会儿，等他补完妆再给大家看看。
很热，所以它需要不停补。给你们看看我们特别帅的摄影师。就是我们特别酷的摄影师赵哥，有空调呀，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超跑的俱乐部，所以我们在很多车在这儿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所以会比较热。我们摄影师头发粘住了。对，可以现在看到一共有四辆车。对，好，那好了，为了不影响拍摄，我不可以离太近，所以还是希望宝宝们买杂志吧。对，因为我不能抢了摄影师的镜头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这样了，不能太近了。大家就只能远一点，好吧？很热，他在补妆。大家不要急，因为有五套造型嘛，现在是第二套造型。稍微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帮大家帮他挪下车。稍微等一下。好，我尽量不抖。没关系，你们要记得买八月刊的杂志，我就不辛苦。
杂志八月初八月中会出，具体的预告，杂志的预售的预告会在八月初的时候，你们登录搜库的官方微博，就是微博上搜索搜库杂志就可以看到。现在再补一下妆，大家不要急。对，我们的摄影师也特别酷。好，现在他要去再换一身衣服。他现在换一身衣服，你们等一下。来，让你们再看看摄影师，他们都夸你酷呢，刚才。现在在帮他准备衣服，然后大家再等一会儿。对，然后这是第三身造型，然后大家再等一会儿，然后他会换上今天的第三身造型。今天基本上都是美式机车风。在那里面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看特别帅的车，好不好？
哦，这充电宝太给力了。磕了，磕手印了。直播在换衣服，我们已经大概直播了有半个小时了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播了两身衣服了，哎，三身，已经播了三身衣服了。我们是3:30准时开始播的，所以已经拍完了三身，他现在在换第四身。服装和搭配，所以要大家再等一会儿。会有，但是采访就不能直播了。然后大家买杂志会看到，关于一博的专访。8月刊一博会有专访，然后。很酷的主题的大片拍摄，然后再说一遍礼物吧。刷礼物的一等奖还是我们会有的一博亲手为大家画的玩偶，就是素的那种微仔玩偶。二等奖会是一博的亲笔签名的拍立得，对，然后三等奖，好，然后三等奖到六等奖都会是会给大家杂志。然后因为今天天气也特别热，所以大家体谅一下，然后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得太近，因为整个实在是太热了。然后希望能尽快的拍摄完，然后一博也希望把他最好的状态通过杂志呈现给大家，好吧，因为他这儿很热，然后直播的话他的状态不是会很好，所以他想把更好的状态留给平面杂志，好吗？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一会儿就不能特别近，所以大家都理解一下。好，他出来了，但是不能太近哦，只能这样了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，好吧。刚才已经很近的看给大家看过了，然后想看到更好的更完美的一博的话，就买我们的8月刊杂志。希望大家理解。对，特别热，所以一博也很累，然后他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是留给杂志拍摄的，好吧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对呀，他就是为了好好拍杂志，所以直播也不能太近。嗯，最近就只能到这边了，哦，不能再近了。
我们一共会有五身衣服，现在第四身，所以应该大概还有半小时啊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礼物的话，就抓紧喽。好，他现在休息一下。现在要补一下妆，大家稍微等一下。好，他现在要换衣服，大家稍微再等一下。哎，那个给你打电话了吗？还没到呢，他们。没有啊。还没人给你打电话。今天留的谁的电话呀？哦，留的是他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我现在上面在准备衣服。
大家要稍微等一会儿，然后还在摄影师还在给大家准备灯光。稍微等一下，我把线弄下。好，好，他现在要上摩托车。然后再跟大家说一遍，我们这里是《搜酷》杂志八月刊的是大片的拍摄，八月杂志的拍摄。然后我们不可以离它太近，所以如果想看到更好的王一博，记得要买《搜酷》八月的杂志。然后我们的杂志就是我们主播的名字《搜酷》杂志，大家可以看到。谢谢哦。现在第四身衣服，然后大概还有一身的造型。这是王一博为《搜酷》杂志八月刊的大片的拍摄现场，是摩托车主题。他在补妆。不能再进了，想看清的话买杂志吧。
这次是王一博专门为搜酷八月刊的机车主题，五身的造型，还会有采访。希望大家到时候要关注我们的杂志。好，这一身已经拍完，然后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他的下一身。现在大家等一会儿。刚刚有拍摄用到的那辆车，现在第四首，第六首。其实里面的那个确实挺难的，那个是什么？气管？不是，运动类的，行吗？行。他那运动类的那个没翻到，因为那运动类没倒，他那个没撑的，就是要么得推的，等于说他离开那个墙他就立不住了。他要不是这么直接在墙上拍不好看，应该。我一会儿都跟粉丝说一声，因为觉得这个风格跟他不太搭，他比较清新。要挪车吗？他吗？再跟大家说一遍，这是一博为搜酷杂志八月刊拍摄的大片。还有最后一声啊，所以对，八月搜酷八月刊具体的，好，现在还有最后一声，最后一声。挪开。
给咱老赵还给咱断了好多个爱心呢。这好酷啊，一会儿给大家比个心。最后一身衣服了，跟大家说，现在最后一身衣服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服装的现场。现在最后一身衣服了，最后一身衣服，拍完了之后直播就会结束。
最后一身衣服，最后一身衣服拍摄完了之后，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，所以还，所以大家想要礼物的同学们要抓紧。然后会有他的采访，但是采访会在杂志上会有刊登他的专访。是在试灯，现在最后一身衣服，他在换最后一身，这身衣服拍完之后直播就会结束了，所以想要礼物的同学要抓紧。第一名还会是他的亲手画的微仔，然后第二名会是他的签名的立拍得，第三名到第六名都是我们八月刊的杂志，里面会有他最少八拍的大片，还有他的专访。所以他刚才觉得没有看清的同学，记得要买杂志。买杂志的方法再说一遍，就是关注搜酷的官方微博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放出链接。购买主要是会在我们的微店网上购买，所以感谢大家关注。这次是美式机车风，所以会有很多牛仔裤的搭配。这次的一共有五身造型的搭配都是和美式机车风有关的。会有很多牛仔裤和牛仔 style 的服装搭配，拍起来很帅，所以大家要记得买杂志看。再给大家看看刚刚拍摄过的地方，然后一会儿会在这个沙发上面拍，那边是他的头盔，最后一身衣服咯，所以大家抓紧。这身衣服拍完就直播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看回放的话，就是去花椒的主页搜索搜酷杂志，就可以看到我回放。这是大家可以看到鞋，也是机车类型的鞋。所以现在还有最后一身衣服，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刷礼物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，大概还有最后一身衣服的时间。谢谢，他在换衣服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最后一身衣服了。现在我们已经从3:30到现在已经大概直播了一个小时，现在是最后一身衣服，然后会在这个沙发上拍。的小瑞，可爱的小瑞，哎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认识他的呀？没有，应该有吧。我们很多
艺人的衣服都是他给大家搭的哟。我们很资深很资深的编辑。大家再等一会儿啊，大概还有一会儿，他会化好妆，不好意思啊，对到墙了。现在180,000的人一起在看了，大家好给力啊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身衣服，所以他在补妆，我们已经拍了，在这儿待了将近2个小时，一博也很辛苦，编辑们我们每个人都很辛苦，一定会把最美的一博给大家看。今天大家觉得卡吗？网卡不卡？过，谢谢你老朋友，说到浩辰的那一个，我们后面还要拍的艺人你们也要来哦，他在换衣服。他在补妆和换衣服。他在补妆换衣服，所以大家再耐心等一会儿，然后再跟大家说，现在是王一博为搜狐杂志8月号的艺人大片拍摄，一共5套造型，机车的主题，现在是最后一身，我们拍完最后一身之后直播就结束了，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件说一遍奖品吧。然后你们别走，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惊喜给大家，但是要看大家能不能不要走，等拍完最后一身之后还有一个惊喜，你们猜是什么。对，然后礼品没说完，第一名还是一博会为大家亲手画的微仔，就是玩偶，大家再耐心一点。对吧，你们要不要走，不要走就有惊喜，因为这儿比较热，然后他也拍了很久了，所以他需要补妆的时间有一点长，他休息一会儿，所以你们大家也不要走。然后我那个奖品是不是还没说完？一等奖大家知道了哈，二等奖是一博为大家亲手签名的拍立得
然后三到六名都会是我们八月刊的杂志。八月刊杂志关于衣钵的内容呢，会有最少不会少于八批的大编拍摄，大片拍摄会比直播看清楚一万倍，然后会有它的深度的专访。然后购买的方式还是这样，你们要首先要关注搜库的官方微博，看到微博之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放出预售的链接。我们的杂志都会在我们搜库 magazine 的微店，唯一官方微店会有售，所以大家现在在耐心等一会儿。对，然后他还在做一点准备，然后有一点休息，所以给大家看看可能会用到的头盔。书店会比较少，因为我们还是会先在网上做预售，然后等预售结束了在外面才会有卖，我们先是会在网上做预售。这些都是衣钵自己的头盔，给大家看看。这是他自己珍藏的头盔，所以大家可以看，他还在里面做准备。所以大家要耐心啊，大家耐心会有，真的会有惊喜给大家。所以大家礼物都记住了吧，然后怎么买我们的杂志也知道了吧。你们要关注搜库的官方微博，关注微博之后还会有惊喜，但是你们要关注了才会知道。主播已经在试光，所以大家再等一下。桌上有餐巾纸吗？大家要耐心一点，好，衣钵出来了，但是我们不能离它太近。稍微等一下，他还没准备好。稍等一下。Thank you.
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，等一会儿。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，好吗？现在是他第五身衣服，然后他会拿着他自己的头盔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因为拍摄很累，然后他会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平面杂志上，所以不可以离得太近。大家如果想看到更好的衣钵的话，就去买我们的杂志。然后现在直播给大家更多的是呈现他工作的状态，好吧。因为现场实在是太热了，今天他非常非常辛苦，特别辛苦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不可能离他近，也不会再离他近了，因为这是个工作状态，他要把最好的表情和状态留给平面杂志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更清楚的他，请买我们的杂志。好的，谢谢。直播是告诉大家一个他的工作状态，想看到更多的他，所以要看杂志。对，因为本来就是杂志拍摄。是，他今天拍得太辛苦。他 OK 了之后会给大家看。
他在补妆，所以等一会儿大家再看。你要喝水吗？好像有，应该还有吧，还有矿泉水，应该还有。好，要换衣服了。所以大家要再等一会儿，大家要等一会儿，他准备换衣服。还有最后一身，现在还有最后一身，最后再给大家看看他的车。
没关系，大家都很累，你们也很累，记得买我们杂志，谢谢啊。一会儿是拍最后一身了，所以现在衣服都拿走了，准备。等会儿那小崔那儿也好，好像好像外边好一点了，风还好点，二一万，我说他这不吹就没人，昨儿就没吹吧，对，昨儿没有，昨儿他们他因为两个挨得太近了，他们就选吹王一博了，他们说之前吹过徐云生我不好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班那儿的位置留给王一博了，咱们这回两个挨得太近了。Thank you.
好，现在最后这声拍完了。对，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的惊喜，他会骑车。你拿会儿吧，累了。他是要去兜一圈吗？没了。怎么观众等一下啊？等他回来，跑太快了，我肯定追不上。没，再去园区兜一圈。所有人都跟这儿翘首以盼。金哥从这儿回来了。不是，那不没录啊那边。这我们还想跟拍一下，一拧牛门直接没了。回家了。一帮人在这等着。直接回家了。回家了吧？啊，回来了。中间。回来了，又没了。说好的停下呢，很尴尬。我猜他又得走，你信吗？哎呦，啊，停下了。猜错了。天气太热了，我。啊，可能离 WiFi 有点远，这说不定你们会卡一点。不是发胶吧？不是湿了，我感觉。没事，不辛苦。谢谢愿意来一次送的礼物。我这是又要走吗？哎呦，不是。行吧，咱们就一块等吧啊！不光我等，你们也得等。看镜头那个点儿就是他，我没演了，在北京啊，其实他这么爱骑也是应该的，今天太热了。
吹吹风可以，凉快一点。我回来了。我操！你这不是跟拍吗？我操！你让我怎么跟拍？生跑啊！直播结束吗？稍等一下啊。小艺姐，结束吗？现在？啊，完了。他们助理说要结束。那行，我回来了。跟他们说一说。对，我跟大家说一说，不能拍个换衣服。小崔教你一阵，我就随便穿件衣服嘛。啊。然后拿回来咱们走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。想看到更多他的图片，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。我们今天的奖品还是一等奖，会有他画的微仔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播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结束是那看不见，谁啊？我们的摄影师。今天特别辛苦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这边，这直接关了对吧？对对对。哦。